我就说夫妇值得世间最好的宠爱，光是出演的歌剧《青莲》都能叫老米安排五个版本，更是请来了法国歌剧的朱丽叶亲情演唱。不仅如此，原声二创音乐会夏日回响也将在11月17号正式上线，光是听预告我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记得旅途的风吗，为你抚平了悲伤，沿途与你呀，和我一起曾分享的过往，总是走